不同于一般单脚架的强度较低，此款碳纤维制的脚架最大特色便在于设置底部三脚架部分时可直接用脚踩压固定卡榫，不仅省力更有能减少手忙脚乱的状况。而仅需使用单脚架拍摄，不必拉开支架时，亦可使用组合附赠的不锈钢脚钉与橡胶脚垫切换。至于碳纤维材质，尽管耐用度刚性足够，但也因此使脚架的全体重量稍显沉重，若是要以人力背负的话，恐怕会感到负担。如果喜欢登山纵走，那么一款不造成负担又有着多功能的摄影配件便是旅程中的得力助手。这款登山杖不仅能协助跨越崎岖路途障碍，途中更可随时抽换装上手机或是运动相机，在登上顶峰时便可直接当作自拍棒使用。更特别的是，取下握把处撑开即可作为三脚架，而组装至登山杖底部则变身为直立脚架，拍摄宫顶大合照也不是问题。不过由于主体设计仍以登山杖功能为主，而需根据使用者身高选择长度，若尺寸不合，还是建议参考其他款式。相信不少人已习惯利用手机拍照，而想拍出专业级作品自然需要搭配强大配件。这款有着蓝牙遥控器的自拍架，让使用者可以放开双手进行展现，而专利锁紧结构夹与防震的云台合而为一，让手机在无比稳固的状况下进行拍摄。此外，更可一键切换横纵向画面，变换镜位毫无阻碍。多达六段伸缩的管身最长可达70厘米，无论是与风景自拍还是多人合照都足以应付。轻盈小巧的架身也能轻松收入包中不占位，可说是爱拍照族群的随身携带好伙伴。虽然单眼相机无法并用，但对手机拍照可是最专业的选择。高强度的铝合金管身材质单脚架搭配三项液压云台底部三脚架的齐全组合，价格却依然令人惊喜。而其接头均为3/8接口，方便与其他器材结合，而有软木胶防滑垫的附属云台作为摄影用途也丝毫不成问题。且把手的人性设计可供两侧互换，对于左撇子使用者而言相当友善。此外，三脚架部分可单独与云台结合作为低脚架，向上收纳后更因底部有防滑脚垫而可直接站立化身单脚架，且手腕带置于单脚架侧边，整体收纳后不装带也可直接肩背上肩。虽然重量是个考验，但若需多处移动相信能方便搬移。此款单脚架的主要结构分为两部分，而上半部最特殊之处在于设有360度的全景旋钮锁扣，无需手持就能流畅地完成环形全景拍摄，轻松将精彩美景完整收录。与底部三脚架结合后，阻尼球体则可让上部的单脚架进行全方位约20度的摇摆，无法移动位置又想调整镜位，强拍时也能确保稳定的卡位。若额外安装液压或球形云台作为动态摄影脚架，其也依然能稳固表现。加上可单独用作低拍三脚架，无论是大景拍摄还是近焦段需求都能一支完成。Kanko Tokina 的商品向来以亲民价格与可靠品质取胜，旗下此款单脚架采用耐用铝合金材质，可四节伸缩的脚管则利用扳扣式开合加快操作速度。而与与众不同的是，其架身包覆有指滑防冻泡棉，即使遭遇细雨大雾等容易手滑的状况也能稳定握持拍摄。安全配备方面，云台的指滑软木垫片可减少安装时意外飞出的风险，需要单手使用也能将手穿过顶端吊绳加强。另外，单扳手腕向控制锁只要一键就能松开云台转换角度，在人群拥挤的场合时也能自在使用。最棒的是此款重量极轻，带出门可说无负担呢。
没有摄影助理帮忙拆装时，脚架是否具备能快速与相机稳固结合的功能，便是抢时间的关键。这款夺得国际奖项红点设计奖的脚架，有着专利设计的快速固定锁，仅需以两根指头快速下压就能完成顶部拆装，聪明省去了旋转的麻烦。加上所有的接点及扳扣皆为显眼的红色设计，一目了然的状况下可快速完成脚架设置。而下方与单脚架结合之处有快拆锁紧结构，最高可弯折到90度之多，三脚架部分可展开为三种高度，亦设有固定锁可装上云台，能获得肯定可说实至名归。对摄影有涉猎的人想必听过脚架界名牌 Gixel， 来自意大利生产的品质毋庸置疑，虽说也因此让价格难以亲近，但 Carbon Exact 碳纤维的结构确保了单脚架的强韧刚性，而使承重及避震都有极佳表现，经久耐用之下可说值得投资。独特的锁钮技术也让卡榫强劲又操作快捷，内部 O-ring 则有效脚管入沉，加上特殊的吉拉 Culture 让整只单脚架稳固无比，不怕使用时突然松脱。置屋底部特殊的加大脚垫可轻松平滑转动，前后延伸旋转都不成问题。品牌更贴心地推出其他结束的选择，只要依身高或需求即能找到最适合的长度。来自意大利的 Manfrotto 是摄影圈中相当知名的平价选择，旗下 Element 单脚架的五节伸缩设计让使用者能细微调整镜头高度，搭配旋钮式伸缩管身，31毫米至19毫米的管径强度十足，能支撑达500毫米的长焦镜头。至于防滑握柄及螺丝台连接的手带，即使是装上较重的配备也具备足够的视力保护点，在拍摄运动赛事时即便挤在拥挤的人群中也能节省气力。底部可依摄影场所需求更换为橡胶头或脚钉，顶部则可锁上相机或安装云台使用。而独特的是，除了常见的黑色之外，还有热情红色款，展开时是能显现不同的脚架风情呢。知名日系品牌 Velban 旗下商品始终受到摄影迷们的喜爱，系列中这款商品富有可运用于直拍系统、三维快装的专用云台，按下固定板后就可直接锁定，松开把手后又能够进行横纵两个方向的自由操作，摄影角度可说完全不受限。而底部的三角支架与中轴相连，确保了使用时的稳定及牢固，搭配底部轻巧防滑的橡胶脚垫，伸缩时只要踩扳扣操作便可瞬间加快速度，最后收纳时甚至能将云台及把手都藏于脚架中间，大幅减少占据体积。摄影跟录影结合式的设计，加上重量轻盈的铝合金材质，外出拍摄携带想必方便无负担。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给我们留言吧。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